球迷有什么建议，有什么想法，甚至是踢保想要来追我两句都没问题。隔空喊话直男霹雳，这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威力。拥有 NBA 中国策略经理人资历，齐文俊担任 TPBL 新秘书长，目标在10年以内把篮球变成台湾人最爱的运动。看到我无所畏惧。 All eyes on us。新联盟新标语就是眼见为凭，如今七队尘埃落定，虽然还没开打，但不管了，先呛再说。那这我也很期待农茂学长来工程师主场打比赛，我们狮子军们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哈。不用担心啊，我会那个到新竹那个几只小猫会好好的被我教训一下的。就喜欢看到血流成河的大场面，两位都出身 HBL 松山高中，嘴巴是谁也不让谁，但比赛打了才知道，尤其上季隶属两联盟的新北代表国王特工，主场人持续共用，仿佛 NBA 落成双雄，无人快艇。我们还是想当湖人队了，就是大部分球迷进场还是湖人队的那个感觉，所以不管是中信，我们还是希望穿着国王球衣进场的。湖人的球迷比 Clippers 的很不，就当然是那时候很不一样，可是问题不大。人气旺的紫金军团谁都想当，国王身为霹雳卫冕军，这次也要碰上上季 T1 直男的冠军云豹队。这个很不一样的感觉吧，就是两个都是冠军。我的篮球阅历是蛮多的，但是这种情况我确实没有碰过。同联盟有双冠军可说是台湾篮坛史上第一次发生， TPBL 还没开季就引爆不少话题。记者陈慧陈讯的报道。